1月7号第76届金球奖，吴珊卓凭杀死伊芙获得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，成为第一个获金球奖剧情类视后的亚裔。随后林永健点赞了吴珊卓相关获奖消息。据悉早前两人因容貌超高相似度引起热议，金球奖官宣主持阵容时，其中的华裔女主持吴珊卓被国内网友认为是女装大佬林永健，纷纷觉得是男扮女装的林永健老师从春晚舞台跨界去了金球奖。而林永健老师本人也看到了这样的调侃，还在微博上幽默回应，此番再度点赞令网友们纷纷爆笑，打呼干嘛呢干嘛呢，吓我一跳，这是认亲现场吗？好想笑还是恭喜啦，哈哈。芒果捞新闻，林永健老师是在为亲妹妹打 call 吗？报道。